같이 크리스마스 보내요. 그럼 그날 만나요. 안녕. 12월 23일 오후 10시 ATT 디스페이스 타이페이에서 저랑 같이 크리스마스 보내요. 그럼 그날 만나요. 游泳池旁边拍下这张照片，他正在泡汤啊。他拍出这张呢前凸后翘的这个身材比例，然后呢PO在他的 IG 上面，马上呢被各大的国际媒体报道啊，被称为呢不科学的这个身材比例啊。而且立刻你看他咬下唇啊，这个是最厉害的一个部分，他咬下唇，而且咬的并不尴尬。哎呀，而且呢他还是一位 DJ 啊，他是有才艺的，而且他在 IG 上面有百万人，百万人啊，整整比陈汉典多了89万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一位了。哎呀，立刚，我看是快中风了，应该是差不多。后面还有吗？蓝心蕾。哇，你好，你好，两节都很傻，是傲人。那第一个是在阳明山上，对，那个是在泡温泉的一个温泉旅馆。泡温泉哪一个？在台北。台北北投吧？对，北投。北投哦，北投的顶楼有这样子一个，是一个温泉，露天的。露天的，对，真的哦。那一天就是只有你在那边，这谁帮你拍的？对对对。啊，这是我家人帮我拍的。家人，对，这是家人一起去泡温泉，然后这是一个那种家庭式的温泉旅馆。哦。家人帮你拍，你可以咬下唇。跟家人你穿成这样，而且还给我咬下唇。是是是。咬像妈妈帮你拍一样。对，这个不科学的比例，那个。脚又很长，又怎么把它延展出来？完全是前凸后翘哦！啊，这能了解一下三维比例吗？34 1 2 4 3 4 A B C D E， 但是刚有一个 F G 的呢。G 的，那会不会太夸张了？G 姐，哇 ，Oh my God！ 双刀 G 姐哦，啊，你这样子突然间哦，就在网络上爆红了。嗯，啊，这个粉丝变很多很多啊。对，就有增长，就是一夜，就是经过那个国际的报道，然后就有增长。国际是哪一个国际？新加坡。哦，新加坡，你本身新加坡人？新马。新马。对，我国籍是马来西亚，但是我在新加坡生活。哦，马来西亚，听你的口音应该是吉隆坡人。是柔佛 JB。答错了。答错。请离场。恭喜他们。是那个九后八路，对，九后八路，你很能找到，对对对对，九后八路，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，所以那身材才会 jumbo， 九后八路，叫 jumbo， 但是也会有酸民哦，对不对？人家也会讲你怎么样，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像有潜规则，然后才拿到，就是因为我演出 DJ 嘛，然后到世界各国去演出，你是 DJ， 对，我是 DJ， 刚刚有讲啦，对，等等会表演一段。
哦，待会能表演。对，他这个粉丝竟然送你使用过的 sakura 樱花，使用过的樱花。哦，没有啦。沙古沙啊，使用过的清酒，那是 sake， 哦，那是 sake， 真的吗？就是我今年大学的时候，在今年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大束的花来到我的大学学校那边，然后因为我学校是有那广场在外面，然后他就把类似使用过的保险套，就是套在那个花上面。那我们就看一下 DJ 秀好了。综艺